喂，大官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飞机，来，猪猪侠，我们来开这个飞机，正好开这个开关，这个门正打开了。大官哥，你可是金多识广苗。那是当然了，我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快点上来，我们把这个门关上，只要我把这个拉下来，怎么不动呀？好吧，那我就用自助式把它拉起来。大官哥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这你不是还有一个开关帽？哎，对呀，这个开关我怎么没有发现？把它拉一下，这个门不就关上了吗？嘿，猪猪侠，你可真聪明呀。那是当然，我肯定很聪明嘛，笨的是你嘛。算了，你这个猪猪侠没法理喻，来，我来开飞机，你坐好了，不要。乱跑！喂，不要去动那个东西啊，那个可是武器啊！你要是把东西打坏了，那可不好。这个东西好好玩。算了，还是不要理它了。这个猪猪侠真的是来捣乱的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动了。好了，我们来开飞机，把这些开关胡乱动一下，这个飞机就可以飞起来了。怎么乱飞？哎呦，撞到墙上了！开了飞机不是这么好开的。猪猪侠，你要不要过来试一下呀？这个飞机可好玩了，你看。哎，猪猪侠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喂，猪猪侠，我笑了，我不跟你玩喽。哎，猪猪侠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从这么高跳下去，太危险了！完蛋了，猪猪侠不见了。 哎，等我搞好这车里啊！我可是猪猪侠，纯粹是没跳下去是没关系的。好了，那你赶紧进来吧，待在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好，我等会儿看好了，我从这边过来，然后你把门打开呀。好，把这个门打开，你赶紧进来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哎，这个好玩吗？你千万不要学我哟，我可是猪猪侠。